我想想，一级学个啥呢？一级学不学火呢？看看啊，一级学火吧。救命啊！他这顿追呀！给我杀！还跑俺们家里头来了！给我杀，兄弟们！啤酒人，狮子狗还来了，狮子狗！哎呦我操！来，不要害怕，给我烧！哎呀！救命啊！青钢羊，真难呐！我无限喷火就是。哎呦我啤酒人跟我打啤酒人，啤酒人跟兰博打啤酒人，给我烧！我们 WQ 一块摁呢。出啥装备呢？哎，完了，出什么装备？我不知道出什么，我靠！蓝烈汉的仆从啊！不学艺高啊！赶快一波的都。我先把那鸟人杀了，再把这啤酒人杀了。哎呦，我给我锤死了！给我杀鸟人！哎呦，我这不全收了吗？啊，龙王！哎呦，龙王被轰死了！别出面具，我都出完了都。你跟我说别出面具。你说谁是小哥的？那炉灯也出不了了，你给我逗玩呢是吗？间接人来了，
剑姬怎么回事？剑姬无敌了是吗？下路怎么回事？下路打不过剑姬。剑姬有点拦不住了呀，剑姬，你点个屁信号，你他妈连野怪都打不过还点呢。怎么一个人头都没有呢？哇，这没人。下去把剑姬杀了，这剑姬再不杀不行了，回家。我决定双折磨，我这双折磨应该行。哎呦我操，能不能要动一下呢？你干啥呢？伤害这么低吗？伤害确实有点低，打了杰斯都没打动。不打呢？鸟人还敢在这儿放肆，鸟人这杰斯我都打不动，应该是装备出的不行，感觉出装有点问题。哎呦啊，我们家威呀！但不得不说，我们家青钢人也太他妈菜了，咋那么菜呢？那青钢人，这给你玩的。哎呦
好奇，瞬之间出来六七个人，出个沙漏的，哎呦我五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漂亮，这不起飞了吗？这回就可以了啊！区区好像渐渐的有点高了，这区区啊，这大招随便放吧。得拆塔了，兄弟们，你这不拆塔怎么行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瞬移了呢？先来个傻漏，再来个猫子，最后我们再出一个法串棒就可以，要不先法串棒也可以，先法串棒吧。高地没了你也没办法，那没赢过你是咋整啊？那杰斯跟那谁跟那鸟人俩人的一顿拆，哎呦我好踹，我这个跑得真他妈得快，还好我技高一筹，炮弹，伤害不行啊，伤害还是有点低。这伤害还是有点低，虚区有点低呀。换个炉灯试试啊，尝试一下吧，来个炉灯。暗夜收割者也可以，来个炉灯。不行了，给我们家给拆没了，要剩下那几个人呢，这不太像人，我一发现
这鸟人跑的是真他妈的快呀！哎，我没有出大法穿呢，这大法穿出了好了，这俩人我估计都打不过这一个。俺们这俩呀，俺们家这小驴人跟他们这个青钢影，这两个人，哎呦天哪，是怪物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人就有点怪。来个法穿棒，好像打不过我，给我烫死这酒桶！哎，哎，虚区有点高了啊！这炉灯确实可以，这炉灯跟那面具伤害可不太一样，这炉灯确实还行。然后这个东西没什么用，但是我需要点血量，可能我可以给它换成星界驱驰会好一点。重伤也可以，嗯，换个重伤。哦，龙王。可以打大龙，兄弟们！这，哎，这有个大黑耗子，快！文言呢？维恩死了，维恩可别死啊！你打得过我啊？你还以为我是曾经那个兰博吗？叮！咱们家剩下那几个人干啥呢？二打五啊！哎，真累。把这卖了，买个鬼书。受家，家里高地也没掉啊。
跳龙。把吸血狗给我杀了，往哪走？啤酒人！哎呀，无所谓嘛，这打就完事了呗，多大点事儿呢？他还能给抢了呀？那文人都拆家去了，他不走家呀？叮！啊！哎呀，啤酒人！我操他妈！啤酒因一个平 A 把我 A 死了。哎呦，龙王！哎呦我龙王！哎呦我龙王！太弟弟了，龙王！真菜呀！嗯，下把吧。